Hello，等一下右上角的星星会开始倒数十秒，请问 teacher 是什么呢？Teacher 是什么呢？ Teacher 就是老师，你答对了吗？猜猜看，世界上排名最恶心的食物 food 有哪些呢？被选出最恶心的食物 food 其中之一就是印尼的麝香猫咖啡。这种咖啡的做法是椰子猫把咖啡豆吃下去，然后跟粪便一起排出来，再把它洗过、烤过，就是麝香猫咖啡了。你敢喝吗？